你妹妹一手撑起公司已经盈利，你还在吃干饭问我拿钱，我也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懂努力不上进，你下辈子也赶不上你妹妹和小赵医生。这样，爸爸，好爸爸，坏爸爸，你是我的臭爸爸。哎，这么大的姑娘了，当着男朋友的面，你不嫌丢人呢？ 滚！好久不见啊！是啊，好久不见了。看上去挺狼狈的。怎么，看我笑话？你还不配吧？配不配我都看到了，而且心里特别痛快。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我就是再不堪，也总比你强吧？曲连杰啊，曲连杰，我怎么会喜欢过你呢？啊？哎呀！ 看来老娘也有看走眼的时候，真的是眼瞎了。曲潇潇再怎么惹事儿，捣乱，可是作为一个人，他比你想要多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今天啊，就是我出门没看黄历，先碰到我那个妹妹，又碰到你，倒霉透。等等，怎么了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 随意吧。我去，居然敢打我你！你。